书院的13位先生都有谁？他们是何境界？主要成就又分别是什么呢？大先生李漫漫，名为漫漫，行事也是云淡风轻，深思熟虑，但实则拥有天下最快的修行速度。传闻中说你招入洞玄墓之命，不知你何时阅的武经？这次时间花得长了些，用了3天。李漫漫毫无疑问是年轻一辈中的境界第一人，夫子也称赞他朝闻道而夕入道，无之不及也。但李漫漫破武境时已经30岁，所以他只是最快破武境之人，而观主陈某才是江业历史上最年轻的破武境之人。李漫漫腰系天书名字卷，举止温和儒雅，飘逸洒脱。他的境界在第六境的无惧，是夫子亲传弟子中真正的第一强者。这里不单指他境界第一，而是每一项都拔得头筹。李漫漫琴棋书画样样精通，后山师弟师妹平日大多由他代师授业。他虽不善战，但一招便击败了只手贯天下行走叶青，为救宁缺与桑桑，更是拼着粉身碎骨的危险硬撞佛宗法阵，在几近全身骨折的状态下还无惧到柳白身前迫使其收剑。你断了多少根骨头？206根。白塔寺一战，李漫漫单挑悬空寺讲经首座，从君莫处了解了打架的精髓后，一水瓢便重伤悬空天下行走七面。庆夏之战，一根琴弦拜西陵数十万联军，而后与当时的人间第一强者观主陈某进行无惧之战，硬拖观主7天7夜。在观主踏入长安城后，仍拖着重伤之躯与于连联手阻击观主。天女回归桃山后，更是按照计划与以身藏剑的朝小树合力击杀了屠夫和酒徒。原著结局，李漫漫为阻止清静静的观主东山再起，被观主打得修为尽废。上好后，他与三先生于连共乘老黄牛游遍世间，成为了第一个证明新世界是求行的人。二先生君莫，君莫这个名字源于君子不行末路，其意为君子选择了要走的路，就要一如既往地走下去。君莫的境界在知命巅峰，他身上有几个特点：一是以君子自居，二是以书院为傲，三是对夫子言听计从，四是非常直男。这些特点从他头戴高冠，以一把直方大的铁剑为武器就可清楚地看到。作为书院的二先生，君莫也是一位修行天才。宁缺刚可修行时，陈皮皮曾请教君莫：14天便能从初识进入到感知，再进入到不惑，你说他这算不算天才？不可能存在这样的天才，如果有那也是怪物。实际上君莫从初识到不惑用了15天，这一直是他引以为傲的资本，所以他不愿意承认有人能超过他。在书院后山，君莫对夫子和大师兄都十分尊敬，但他最崇拜的却是小师叔柯浩然。君莫看着小师叔的经历长大成人，把柯浩然立为了自己的偶像，所以他修习的也是浩然剑。但君莫并未继承柯浩然的浩然气，宁缺最开始也只修行了浩然剑，但在魔宗山门和连生战斗的过程中却意外领悟了浩然气，而习得浩然气就会入魔。宁缺曾认为自己浩然气大成，但是跟柯浩然的浩然气相比却是天壤之别。柯浩然的浩然气可以一剑通万法，但宁缺的浩然气只不是将自己的身体强度提高更耐揍一些。瓦山烂柯寺一战，君莫与大师兄携手冲破佛宗法阵，迫使七念动用16年的闭口禅，斩悬空四界律院首座宝术大师，耗费修为斩碎佛宗石像。青霞之战，他率领众师弟抵御西陵数十万年军，他连拜叶红鱼、叶青等道门修行强者，更是以一条手臂为代价重伤柳白，迫使其离开青霞。原著结局，君莫携七先生木佑游历世间，只留下其传说。